困顿中依然祷告，神要做你的依靠。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一天一章，生命发光。今天来读历代志上第四章。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读到了犹大支派的家谱，而这一章的上半段算是关于犹大支派更完整的补充，下半段则是进入到西缅支派的家谱。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可能会发现犹大的儿子们在这里会跟第二章的名单有点不一样。其实这类情形在家谱中并不罕见，儿子这个词在原文中其实也用来泛指后代子孙，所以并不一定是指亲生儿子哦。未来在阅读到家谱时，相信这个小知识可以帮助你厘清许多疑惑哦。让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上第四章。历代志上第四章，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西斯伦、加米、户尔、朔巴。朔巴的儿子利亚亚生亚哈，亚哈生亚户买和拉哈，这是索拉人的诸族。以坦之族的儿子是耶斯列、伊斯玛、伊德巴，他们的妹子名叫哈希勒波尼。基多之族是平努伊勒，户沙之族是以谢尔，这都是伯利恒之族以法他的长子户尔所生的。提哥雅之族雅斯户有两个妻子，一名希拉，一名拿拉。拿拉给雅斯户生雅户萨、西弗、提米尼、哈霞斯他利，这都是拿拉的儿子。希拉的儿子是喜列、索霞、伊提南。哥斯生雅诺、索比巴，并哈伦儿子雅哈黑的诸族。雅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雅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舒哈的弟兄基律生米黑，米黑是伊斯屯之族，伊斯屯生伯拉巴、巴西亚，并尔拿辖之祖提辛拿，这都是利家人。基纳斯的儿子是俄陀涅、西莱亚，俄陀涅的儿子是哈塔，米挪泰生俄弗拉，西莱亚生格夏纳星人之祖约押，他们都是匠人。耶弗尼的儿子是加勒，加勒的儿子是以路、以拉、拿安，以拉的儿子是基纳斯，耶哈利勒的儿子是西弗、西法、提利、亚萨列，以斯拉的儿子是义铁、米列、以弗、亚伦。米列娶法老女儿比提亚为妻，生米利暗、沙买和以实提摩之祖义巴。米列又娶犹大女子为妻，生基多之祖雅列、梭哥之祖希伯和撒挪亚之祖耶古铁。何地亚的妻是拿罕的妹子，她所生的儿子是加米人基伊拉和马加人以实提摩之祖。士门的儿子是暗嫩、林拿、便哈南、提伦。以士的儿子是梭黑与便梭黑。犹大的儿子是士拉，士拉的儿子是利家之祖尔、玛利沙之祖拉大和属亚实比族之细麻布的各家，还有约敬、哥西巴人、约阿斯、萨拉，就是在摩亚地掌权的，又有亚属比利恒，这都是古时所记载的。这些人都是遥将，是尼他因和基地拉的居民，与王同处，为王做工。西缅的儿子是尼姆利、雅敏、雅利、谢拉、扫罗，扫罗的儿子是沙龙，沙龙的儿子是米比山，米比山的儿子是米施玛，米施玛的儿子是哈姆利，哈姆利的儿子是萨克，萨克的儿子是示美，示美有16个儿子，
六个女儿，他弟兄的儿女不多，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西缅人住在别示巴、摩拉大、哈萨舒雅、毕拉、以森、陀拉、比土利、荷尔玛、喜格拉、伯玛加伯、伯萨苏萨、伯比利、沙拉因。这些城邑直到大卫作王的时候都是属西缅人的。他们的五个城邑是以坦、雅因、临门、陀建、雅山，还有属城的乡村直到巴利，这是他们的住处。他们都有家谱，还有米索巴、亚米勒、亚马谢的儿子约沙、约尔、约士比的儿子耶户。约士比是西莱亚的儿子，西莱亚是亚薛的儿子，还有以利约乃、雅各巴、约硕海、雅帅雅、雅底叶、耶西灭、比拿雅。是非的儿子细撒，是非是亚龙的儿子，亚龙是耶大雅的儿子，耶大雅是申利的儿子，申利是示玛雅的儿子。以上所记的人名都是做族长的，他们宗族的人数增多。他们往平原东边基多口去，寻找牧放羊群的草场，寻得肥美的草场地，又宽阔又平静。从前住那里的是韩族的人。以上路名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来攻击韩族人的帐篷和那里所有的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就住在他们的地方直到今日，因为那里有草场可以牧放羊群。这西缅人中有500人上西尔山，率领他们的是以示的儿子皮拉提、尼利亚、利法亚和乌薛，杀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亚比斯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整部圣经只有在这里出现了关于他的故事。亚比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母亲生他时非常痛苦，这个痛苦可能是指生产的痛，也可能是指当时的大环境令人感到绝望。但在这样处境中长大的亚比斯依然成为了敬虔倚靠神的孩子。亲爱的朋友，也许你也正在面对大环境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与冲击，生活非常不容易，但让我们彼此鼓励，在艰难的处境里依然像亚比斯一样勇敢祷告仰望神。相信即使只是一句短短的祷告，神也将放在心里，因为他真的很爱很爱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愿你的平安一生都与我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祝福你在困顿中让神做你的依靠。陪你读圣经，我们明天见。耶稣爱你，我也爱你。